你就有写步道。来，现在是星期五晚上，星期五晚上没有疯子，没有十六吨，没有十六吨你蹲一下。对，现在是星期五晚上，就是临时约就马上走，一下班，其实我后悔了，很夸张。下班说，哎，我下班要不要爬象山？哎，冲啊，冲冲什么冲？上啊！上班一整天都疲惫了，突然，哎，下次自己先约的好不好？对，不是，再往前一点。这里，这里有吗？这里啊，有还有虎山，那外国人都来。对啊。差不多。天哪！我真的是错信你了。我跟你说，它没那么容易。你说简单。好，下山。象山爬完，就自从拿下七星山之后，越爬越有兴趣。真的，接很好玩。接连的，每月一爬，现在变成每周一爬。可能我现在真的是每周一爬。一个运气不好，每周还要爬两次。什么叫运气不好爬两次？还要爬到两次。